天又是周日啊，时间真快啊，快的时间是因为呢，我们平安过日子，就感觉到时间过得快。可要知道，这几天来呀，在几个国家，日子可难过啊。加拿大西部里有那么大的水灾呀，房屋的屋顶啊，被着洪水冲啊冲啊，冲到了桥底下，撞了桥墩。那更严重的呢，那就是印度，实在是有一波的大灾难。因为呢，印度教朝圣期，所以啊，人之多啊，被困在灾区里呢，7万多人，光是去朝圣的，还有当地居民啊，路呢都断了几百条的路啊，根本都没路通了。山啊，不断的滑落下来呀、啊。也看到了一位老太太呢，她哭着说：“我的孩子都没有了，我的孩子都没有了，那么怎么办？我要如何出去呀？要如何回家？没电没水，而且呢，饥饿的，因为粮食呢运不进去，所以呀、啊，不管是。”在危机中呢，危机还是隐藏的这么的危机、哦、还在加上呢没有粮食的，你想难不难过啊？真的很难过、哦、所以啊，生活能平安啊就是福啦。还有呢，有600多人呢往生，这样尸体呢曝晒在这样的露天里、哦哦、看了真的也是感觉到说人啊好端端的到了山区里去，碰到了这样灾难，往生就已经惨了，死了以后呢还被饥饿的野果啃食，还有秃鹰啊，实在是啊，真的人生啊无常啊，这实在是天的威力啊真强啊。人呢这么渺小啊，到底呢人还要逞强吗？实在人不需要逞强，我们有爱心啊，那就是最美好的、哦、我们一直都看到了慈济人的改变过来的人生，在过去的习性啊，真的是人见啊也人怕哦，不可爱呀、啊。可是呢，有了因缘呢，接触到了慈济，他感动。他会进来，他开始呢要践行要培训，可是呢在这样平常啊浪荡的习惯的人啊，好不容易呢被接引进来了，开始要践行，跟慈济人一起投入，却社区活动等等什么活动都要投入，他想要改变过去的错误呢，有在反省，有发心立愿要改，可是习气呀、啊。过去就是一向是讲，就是真多代志，就是你啊来适应我，我无可能去适应这个环境啦，无可能适应这个人啦。我当然你要甲我话的话，谁我都无咧话咯。我咧讲较粗的，讲一百多句。你什么什么什么？我鼓励你搞，你搞好大事。
所以讲安尼，这嘛是上真大的阻碍。我受证头两年还是维持所谓的十戒，两年后把十戒忘掉，酒跟烟又回来了。酒喝下去，有时候喝到醉在工地也不回家，睡在工地。然后要不然喝到真的不行的话，路边窝了就躺着就睡了，结果就喝出毛病，心导管堵塞。不知道几次的进啊退啊，都是呢善恶拔河哈、哦。但是一旦下了决心，那真正的改过来了，他现在都是真是菩萨呀。今天你有没有承担干事，我还是会投入进来，因为毕竟这块福田哦真的很好。倒是要我去分跟人家分享哦，我是有一点尴尬，因为每个认识我的人说，这个人怎么有可能每天醉的醉成这样子，可能投入资金做环保。过去将来就不要有这个心态，刚刚等的时候跟我说，我没什么做事，没什么事情，真好的事情，对社会有这个利益的事情，心肝来我感觉真欢喜，这样欢喜充满。我们文化真正的要信受力行啊，光是知恶莫作呢，可是不能少了那一份的众善奉行。知恶莫作，那就是培养我们的智慧，如何呢克制你的欲念，克制你的嗔恨心，克制你的吃这个贪嗔痴的等等这种的习气。三界导师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就是要来人间呢教导我们如何呢弃除意念，对物质的贪欲啊，人事物的嗔怒等等啊，这都是佛陀用种种方法来教导啊，一直一直到了《法华经》这个时候，佛陀呢就明讲了，过去是设方便法，用三圣的方法随了个人的根基说法，但是一直都说真的道理呢没有离开在方便法的里面，只是我们不能体悟哈。那大根基的人啊，聪明立根的智慧的人，他所听的跟一般的都不一样。同样的，知恶莫作，众善奉行，小根基的就是停留在知恶莫作，大根基的不只是知恶莫作，还要呢积极的身体力行，就是行菩萨道哦。同样的说法，有的人呢是全部接受理解，身体力行；有的呢就是一半独善其身，那相信因缘果报，不要跟人结恶缘，那照顾好自己，这都是呢同样在听道理，确实呢有的人呢。道理全部吸收，能体悟，能了解佛陀所说法的内心的道理。总而言之呢，我们文华要信受啦。刚刚这两位菩萨呢，不就是吗？过去的人生啊，爱玩啊，脾气不好啊，爱喝酒啊，都有
在慈城队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过去不都是那样的生活，那样的迷茫吗？经过了慈济的见习培训啊，身体力行，体悟到了付出的快乐啊，这种的华喜充满，一尊尊呢、都是菩萨，呈现在人世间，影响到天下的很多人。人将一